它一直都是恐怖游戏啊，玩具熊的午夜后宫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玩具熊的模组呢，它是欢乐的玩具熊，加进我们的 Baldi Basics。Welcome to Baldi's Basics in Education and Learning. That's me. 很明显的，它的 BGM 就告诉你它非常的欢乐了。然后这边为什么还有一个机器人在中间？我不记得玩具熊里面有一个机器人呢、啊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，老师？你要不要换你一下服装？哦，换了，换了，换。等下这个完全一半不见了吧？哈，你完全只展露一半呢，你展露四分之三就算了，你这个只有一半呢。哇，外面为什么外面都是绿绿的？哈，感觉有毒气在外面呢。而且旁边这两根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打上马赛克就变得很奇怪了。六九，原本是六九的吗？等下，原本的门牌是六九的吗？我们现在收集的是一个木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收集木头？为什么？他的牙齿碎掉了吧？这首歌好熟悉哦，这首歌好像在某一款 Sonic 的里面有听过。哎，我答错了，抱歉，答错了算了嘛，十一嘛，答案是十一，我知道的，我故意答错的，答案是十一嘛，我知道的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玩具老师哦，老师你不是一半的老师，你终于有完整的身体啊，完整的 body。No。哦，粉红色的妹子哎，你是谁？我认识你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会有这个人啊？他是上帝吗？1983什么意思啊？这款游戏是1983年出来的吗？不是啊，这款模组也是才刚出不久而已啊。啊！我讲说你不会这么快，撞在一起啦，最好撞到你啥？最好我的头有敲过去的啦。啊、It's me, Mario， 他少写 Mario 吧，我帮你写上去啊。粉笔给我拿起来，哇，是黄金熊币耶，黄金熊币不是黄金啥币？哇哦，看不到你脸呢，你没有脸见人吗？后面还有一个妹子的照片，哎呦，跳绳你要小心哦，有人要侵犯你哦。你那个手上那个看起来很好吃呢，你最好赶快跑，我会的，我最想跑了。可以的话，我只想把墙壁打破。不能逃出去啊！但是这个世界外面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还是乖乖被你抓好了。9+10=21，错。对啊，肯定是错的、啊。答案是910啊！你会不会的？哦哦哦哦哦哦哦 ！What the hell？ 看来他把老师扫走了、啊，非常棒啊！完成任务完成的非常好啊 ！OK， 拯救未来就交给你了。哎哎，你怎么把他放出来了？撒走！等下，该不会？为什么你刚刚不是在我后面吗？哎，哇，好粉哦，你的神指，你干嘛这样看着我跳？好奇怪哦，不要看着我嘛！啊 ！Holy shit， 直接变恐怖游戏呢！我们一定可以赢的，区区一个玩具熊，不用想难倒我们。为什么你走开了你？哼！哎，哎，我看到水跑过来了，哎，我算得很好呢，哎呦 ！OK OK， 我们一定可以逃出去的，老师进来，老师进来，再躲一下，再躲一下，再躲一下，哎！再多一下不是很多下，你可不可以前进了一大步吧？你的脚步是人类的一大步的。好、啊，这个超自然震动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他嘴巴是含了按摩棒哦，这一定是含了按摩棒，不然怎么可能会这么快？这个肯定是嗑了药，不然怎么长这样？哇，这还是真正的数学嘛？没错，这是真正历史上最深奥的数学啊！What the hell？ 门坐来就是让我们进去的 ，OK？ 你不让我进去，等于那个门不用坐了。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我自己回答。七叉，我不要随便乱念别人名字好了。他名叫七叉，然后这个叫做 Annie Doodoo， 然后这是 Foxy， 然后这是 Fred the Bat， Fun Time Foxy，whatever。Help, OK， 你那个血迹跟我有些封面会用的血迹很像啊，那我应该知道你的素材是从哪里来的。这是电话 ，OK， 我眼睛不是瞎的。有观众留言说，我们躲在角落，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，用汽水把它推开就行了。但是其实这不行的，为什么呢？我实验给你们看。吓死我了，为什么我没靠墙壁吗？卡在这种地方的时候，等到他的时间结束，就是惩罚时间结束，然后用汽水把它推开就可以了。其实这是不行的，为什么呢？你们看，你们看这个逻辑在哪里？这个逻辑，所以我们就只能。好的，普通结局呢没有改变，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改变呢、啊？它的墙壁、天花板都有改变，但是这个门没有改变，就已经看得出来它里面有没有改了。很明显是没有啊，老师你看起来很嗨呢，你就是嘴巴放这个智慧棒的那个老师嘛啊。好的，我们去看另外一个模组，另外一个模组呢，它自称自己是最暗的模组啊，到底是黑心呢，还是指它的荧幕真的很暗呢？我们去看一下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的画面是完全没有更改的，所以呢，它到底暗在哪里呢？它的音乐确实有更改了，就是没有人说话了。
那我们进去看哦，哇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至少给个 BGM 吧。然后这也太暗了，它确实有给亮度了，确实有给没错，但是它的亮度是红色的，暗成这样是看什么啦？老师的眼睛是还蛮亮的没错啊。我们去尝试回答第一本看一下，它究竟会不会把亮度调亮一点呢？哦，哇哦，好酷哦！这里这已经不是暗不暗了，这已经是红色血迹了。如果它做很暗的模组的话，那这边它应该把它换成黑色，全部黑色，字体也是黑色，这样我们百分之百一定会答错啊！你很幸运，对我很幸运，你这边不是黑的，它完完全全就是这么暗的。对的，说不定它不会调亮，答错它可能会调亮。你这个时候才出来会不会太慢了？我已经忘记你的存在了，老师。哇，一点亮都没有呢。而且老师，你没有拍打声的吗？老师，哇，我去做一点手脚好了。OK， 我去做一点手脚的话，现在呢确实是亮了没错，但是声音没有，为什么没有声音的？然后这个墙壁可以看得更仔细了。哇，原来有血迹的，刚刚状态根本看不到啊，刚刚状态是要看什么屁股啊？我们从一个完全黑暗的模组呢，变成老师是黑心的人的模组了。哦，校长有声音，太棒了，校长，你让我感觉这个世界还存在。哇，你好黑哦，你们都烤焦了吧？这是艺术没错，艺术就是这么诞生的。有点黑耶，你有点黑耶，世界上最黑的种族诞生了。哦，你有声音，太棒了。可是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有点奇怪呢，有点在跳针哦，你眼睛。我们把它弄哭，看一下，我们把它弄哭，看一下还有没有眼泪啊？眼泪哦，你什么时候接近我的？你离我好靠近哦。哦，他的眼泪好酷哦，是发光发热的哦。如果你们现在把眼睛闭起来，你们知道老师来了吗？老师绝对来了，完全没声音耶，黑暗就算了，你还这么鬼鬼祟祟吗？你以为你在玩什么刺客教条哦？扫帚有声音哦，我好感动哦，扫帚你怎么会有声音啊？哦哦，不要，你们通通不要，你们通通不行啦，好黑哦，你们全部都是黑的，而且这字是什么字啊？这些是什么印度文吗 ？Oh my god！ 原本够黑了，还有一个黑影来袭嘞。啊，说实话，黑色的红衣人没有什么好看的啦。红衣人，我们就是要看红色嘛。你说黑色的话，那当然是黑衣人啦，怎么可能是红衣？哦。是红衣人怎么办 ？OK， 我们今天时光就先到这边吧。这一款呢，真的是有点黑心的感觉，他游戏也是骗我来玩的。你看他从下载页面那边就开始黑心了。哦，喜欢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